叫 Megan， 我现在在纽约，因为我今天要到 Whole Foods 来买一些东西，所以就想今天带你们跟我一起去逛美国超市长什么样子呢？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先自首一下，就是我刚刚没有全部的东西都在 Whole Foods 买，因为我发现我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我刚刚去的超市并没有在我住的地方非常近的地方，是还要再搭地铁的，所以我如果在那边买完，我整个背包会太重，所以呢有很多东西我都是直接在我家这附近的超市买的，所以就跟你们讲说我今天买了些什么。有很多都是我就是在这边要吃的早餐啊，就是早餐或是午餐，跟你们分享一下。首先呢，先买了这个是麦片，而且它这个麦片是台湾从来没看过的口味，里面是有包巧克力的，外面是一层巧克力，里面还有再附巧克力，而且它旁边这里还有写哦，是真的巧克力，它有特别注明。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什么味道。再来点心，我还买了这个是豌豆饼干，我看架上有很多人拿这个，觉得好像还不错，我就买了。再来还有买吐司，这里的吐司像这么大一条，好像其实跟台湾差不多，这就差不多。还有我还买了水果，买了柳丁跟西洋梨，总共五颗，因为我怕买太多会吃不完。再来哦，我在那个 Whole Foods 买了他们的熟食，原本要买沙拉，可沙拉我已经吃完了。
再来这个是潜艇堡，它潜艇堡是那种长长的像 Subway 一样，然后帮你切一半，它就帮你用纸袋包起来，还帮你用个夹链袋这样子竖起来。我觉得这个包装超级高级的，就很贴心的设计。再来我还买了哎咻很多液体，就是买了牛奶一大瓶，还有买这个果汁。这果汁是那个凤梨跟芭乐，这个我已经喝了，还蛮好喝的。我还有买了这个气泡水，他们这里有卖很多这种 sparkling。我一个买的是这个是桑葚口味，还有一个是奇异果。再来呢，我还买了鸡蛋。真的超家常的，他们的这里的鸡蛋这样子是12个一盒，你们看它是用就是保丽龙，所以你就是在买的时候你要把它打开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破，不然你可能就不小心买到破掉的鸡蛋啊。这样子总共有12颗，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鸡蛋都好肥，好大一颗哦。这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想要来试吃看看，就是我买的这个麦片好不好吃。他们这里有卖很多就是我以前在台湾没有吃过的麦片口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在台湾就已经很爱吃麦片，这里就是每一天都在吃。哦，里面打开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耶。打开了，好香哦，巧克力味超浓，它是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大块的。我们来吃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 real chocolate。这样，里面有像是巧克力酱的东西，可是并没有到非常多。里面是长这样，并没有太多巧克力。我觉得它这个口味偏甜，如果是怕甜的人可能单纯吃这个会觉得太甜了，可是我自己本身就还蛮能吃甜的，所以我觉得还 OK。 嗯，蛮好吃的，我每次都可以就吃这种早餐麦片，然后就可以一直当成零食在吃，就是看电视啊什么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默默就是嗑了很多麦片。太好吃，所以当点心好吃，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有越吃越刷唇的感觉。Good。 再来还有这个来吃看看，豌豆口味的饼干。闻起来有点像海苔的味道，里面等等来试试看看。看味道，豆子味很重，它有点介于像是一般的马铃薯洋芋片跟豌豆的味道融合的感觉，吃起来感觉蛮健康的。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台湾有卖一种一包的，里面有好几颗小绿豆的点心，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如果我找到那个照片我把它放在旁边，它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的味道，它的这个的味道就跟那个小包的豆豆很像，可是它这个的豆味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个小包的豆豆味那么重，但是这个蛮好吃的，就感觉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偏健康的零食，就吃起来罪恶感不会太重，不会觉得像是好像在吃乐事啊之类，就觉得吃了很多很肥胖的东西的感觉。不错吃。
再来我们来试喝这个 Guava Pineapple， 这个跟那个很红的音乐那首歌是同一个吗？那首歌叫什么？ PAP PPAP PPAP 是什么？ PPAP 是哦， PPAP 是凤梨跟苹果哦，好，这不一样，就是芭乐跟凤梨。我们来喝喝看，叮叮叮，它的颜色是这样，有点像是葡萄柚的颜色。这喝起来就是那个芭乐的味道不会太重，然后带有一点点凤梨的味道，它算是综合很好的那种感觉。喝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在吃板豆的时候，你那个芭乐汁跟柳橙汁加在一起会跟这个味道有点类似，可是这个的酸味又再重了一些些，这个我喜欢。嗯，好喝。在这些 sparkling 的饮料，你们应该可以在我纽约的 blog 里面看到，我不确定是这支会先上还是会后上，但是请尽情锁定我在美国的影片，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这次来美国拍的影片。那今天的小短片就到这边咯，那不要忘记，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点个赞，那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没有订阅过我频道的话，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都可以点这边的按钮，点下去就可以订阅我，在每个礼拜三不定时跟固定礼拜五晚上8点钟看到最新的影片。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